般你们是真的不懂什么叫呆子。已经结束。
叫什么？特别上脑加杜姐。睡醒的七老师，一睡醒就这么。然后你如果只是一个人在做一些事，他也未必就是说你什么都没做，不是说你非得去做一个大家一起做的事你才反对，也不是说你听起来